今天的在地制造分享会。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去年有参加我们就是在地制造的参访活动的人，可以举个手吗？啊，还蛮多的。那今天就是那天会有更多时间可以让大家跟我们的邀请的厂商代表就是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就是我们时间稍微拖到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先请金城工业的陈友瑞副总来帮我们介绍少量多样的客制化线束制造服务，欢迎陈副总。谢谢大家，还有各位面试，还有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好，那很高兴啊。其实刚才有介绍新城工业，其实新城工业是工厂啦，哈，它指的是一个平台。那刚才我一并都会介绍，大家知道，它其实这部分的话啊，没什么冲突，是相辅相成的。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叫陈永瑞，然后呢，我是台大EMBA的，然后东吴科技法律，那现在那今天刚好要开学的，那所以有请主办人先让我第一个上来分享。那我比较不好意思说，我分享完之后，大概也大家提问题之后，我比较先离开。如果大家有后续有相关需求的时候啊。也可以跟我联络，我会留下名片，或是说这个有下面这边有我的email 或是我的 line 都没问题。这边我很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好，那讲到 Make 的话，其实之前在地制造的工厂参观，有来到新城工业来做一个线束上的参观，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哈。怎么说呢？有一个 Make 啊，他的团队的人员刚好来。然后就发现，好像我们有这样这方面需求，于是要把他老板介绍来。那从此我就结下很好的朋友，我也帮他去找他所学，因为他所做的东西啊，其实蛮不错。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在锦州公司啊，上面原本设立150万，后来达到350万，但是是做一个输配方的一个 device。那他需要一点线材，但是线材需要刻制。那刚好我有认识他想要。找的大开的也读研也有些好处了哈，然后就帮他去找，然后他现在这方面也正在积极的准备做量产，预计4月要出货，那我希望未来有机会跟大家结下这样的美好的一个回忆跟一个缘分。好，那我们公司在新城工业在汐止啦，成立在1991年。27年的时间了，那最主要是做 OEM One Eyes。那如果什么叫 One Eyes 不知道，待会有照片。如果大家想知道线材是怎样的话，这边我有带几个样本的。那这个是医疗用的，没错。那这个是一般的 ESA 的外部配线，那这个是内部的一些配线等等哈，那以及这个温度感应的线材，来一些配线。如果大家想要摸摸看看，可以测定。先拿我看拿下去哈。那我们现在工厂大概是有140个左右。好，那这个我问一下，在来之前呢，这个主办单位跟我讲说，要介绍一下我们服务范。那我再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工厂服务的范围。IoT 的部分啊，就是比如说有些传感器啊，或者有些感测器啊，温度的啦、湿度的啦，需要连线的啦，这部分我们这边也都可以帮忙做制作跟加工，或者提出相关的产品。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跟那个朋友们讨论说这个我有最近跟 IoT 啦，要放在电锅里面，要放在烤箱里面。那这些线呢，都需要带到电锅还好，它可能60-70度还没什么问题，可是在烤箱呢，要200-300度。但是线呢，怎么做？有分享我的一些经验。那另外，我们也做一些工业电脑的配线啊，或是厨卫机台啦、汽车电子、船舶啦、医疗家电、安防监控电脑周边，那电源传输、埋入射出啊，都有。或者说你需要一些线材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问，也可以问，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少量做，少量多少量呢？一条我们都可以帮你做了，这样好不好啊？对不对？就是，对不对？啊，这样不是很亏吗？
啊，除非你指定很特殊的东西啊，对不对啊？我一条都可以帮你做，因为不是很不会很贵，只要价钱你能接受。没有啦，看看状况啦，有些东西啊，其实是很普遍的东西，所以我不会收费很高，真的。那只是这些普遍东西，可能去外面买还不一定买得到。有时候你可能想说啊，我这东西啊，去挂号商买，或许买得到，可是长度就不是你要的，你要两米长，可是他挂号商只卖一米长，你要自己接吗？对不对？那自己接是可以啦，可是有时候接起来哩哩啦啦，好2266，或者说刚好线要传电源不够粗，那怎么办？这时候其实就出一些状况，啊，或者说有些东西是比较射出的，啊，大家知道射出是什么吗 ？OK，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工厂里面都可以帮忙，你知道有模子有什么，那都可以。好，另外还有一些免费的工具，我刚才讲到智德其实是一个平台，那是智德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提供一个拖拉工具，让你可以马上设计你要的线材。上面有很多资料都在上面，还有一个云端的 tape 跟拖拉，而且都有图库，那现在不断在建制当中。所以说你，如果你对线材不懂，然后可以上去拖拉一下，搞不好你马上就可以得到你要的东西。好，还有云端开店，那我这个平台的话，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开店。如果你对线材非常懂的时候，在上面开店，然后呢，开完店呢，如果你有申请 domain， 你就给我 domain， 上面只挂你 domain， 好，那不会知道智德在后面。你可以经营自己的粉丝团，可以经营自己的店面，而不像说你要去 PC Home、雅虎这样开店，需要上架，然后呢，其实你还是挂在 PC Home、雅虎下面。哦，我们做好比较不一样，这样有点像是C2V2N 或者 C2N 哦，今天我在台大分享的时候，还在分享这一段东西，哦，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好，那另外技术文章，或者说你可以在我的JDV.net， 或者说我的新城工业的网站上面，我都有放线材相关的文章，不定期的更新啊。如果我有时间，我就会写，因为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要写的跟线材有关的书，因为这个书我在台湾或是在台湾跟大陆都没有看到，那这东西又没有专门学科，可是它又牵扯到什么？第一，我刚才讲到温度也是个问题嘛，电流也是个问题嘛，那怎么组装、怎么选用连接器也都是一个问题啊。你可以选对的，选错了怎么办？都可能发生。以及安规这方面，安规上面的规定，在哪里？看起来就是一条线而已，其实学问还蛮多的。好，另外一些实验室的量测，像我们做工厂有一些实验，就有拉力机啦，或是 bending testing 啊。所谓 bending testing 就是折弯啦。由于现在很多工具机啊需要这样子跑，那它就需要这相关的测试。如果你用的生产产品有这方面需求，我们这边也可以做，帮你协助你做这方面的测试的哈，以及 chamber 就是恒温恒湿，我们那边有机器恒温恒湿的测试。好，那以及我会不定期的在工厂开一些专业知识的课程，例如说 IPC 的部分，我让你知道 IPC。IPC 其实是一个1957年成立，在美国成立的一个协会，专门从那时候是从 PCB 版的一个标准开始，到现在整个 device 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怎么组装，我的线材就是在集装里面那以及通讯传输的部分，那台湾很可惜的就是在这方面资讯比较少，而且推广没那么好，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因素，因为日本不太鸟这个 IPC， 不过最近几年他觉得东西在欧美或是大陆都推行得非常好，而且你去follow这样的标准，可以减少你们的沟通成本，所以我们像现在慢慢的导入。我上礼拜从美国 IPC ESMER 一个技术研讨会，
回来，那全球3800多的会员，那有好几万个哦，这个有资格的。那我是台湾在现在算是第一个，对啊，有这方面资格。好，那另外还可以带你来参观工厂。如果你对线材是很了解，来我工厂可以介绍给你看啊、哦。做这个线是怎么出来的，产生的，你很快就哦有一点概念。在未来你想要做什么线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啊，会比较好设计的，而不是天马行空。说真的，天马行空啊，你想的很辛苦，我们做的也很辛苦啊，你知道吗？因为怎么奇怪，那个作业也会抱怨。你知道吗？每遍你走了，你知道吗？哦，好，再来啊！我刚才有一些刚才讲到啊，啊，我可以如果刚好有你需要的，我有认识的还熟识的，我可以带你去链接。好，好，那我们因为工厂，所以说我们可以快速的生产，那一些图面提供的一些规格数的给予，还有保证啊品质的保证。刚才讲到我们就发了 IPC 的标准，好。以及刚才同样的在地生产、测试开发，如果需要开模等等，这个都可以服务已经产品的组装，这是我服务范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产品我们曾经做过。第一，这个是 camera 用的场景的线材，那以及电脑里面配线、电源线呢，这个是医疗用的紧急那个病床旁边紧急按钮，好，以及这个影音的 AV 端子啊，或是网络的啊，电话线啊，以及这个 DVI、VGA 的啊，影像传输的啊，以及防水或是 PLC 上面的，这方面我们都有。好，那这个大概是一些目录部分，像这个也是 DVI 啊、KVM 啊所用的线材，有 SATA 啦、FFC 啊，一些复合线等等。那这个是 LVDS 啦，就是说我们的 device 的接panel 的就应该会有这一条的需求，特别是供应链啊或什么，真的会有这样的需求。那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帮你做，尤其啊是你们做的东西啊，有可能是很长的、很短的，这时候我们要找这一条线是非常短，就交给我们就对了。好，在这个刚才讲电脑里面配线啊，以及外部的，然后这是以前啊，这当然是比较老旧一点的。的 IDE 的硬碟嘛，对不对？不是用这样的排线，那当然有人也会拿这排线现在来做一些其他用途，不一定要传硬碟嘛。我们知道有些人可以传讯息，可能叫低频的也是可以用这些，那 SCSI 啊等等，那以及 RS232 啦、啊，这常用到的嘛，对不对？以及什么防这个定啊，或是大定啊，或是一些 keyboard 啊，是常用的东西，或是一些接 printboard 啊，其实这些东西现在还是常常在用的。因为有些比较scalable 的，或是 robotics 的那个传输，其实还是用比较这种旧型的在使用。好，那这是刚才讲的 UVI、EGA、HDMI 等等，还有 FRT 的排线啊，那这个是USB 的部分。那像这个 USB 啊，你们看到的常接触的一些什么手机连专用的，那我们有帮很多客户在做其他的开发，因为 USB 非常好用，不只是有在连你手机啦。现在我们常做的东西是刷卡机在用的，国外刷卡机其实量很蛮大，它里面有晶片，或者说里面要想把 USB 转成RS232的部分，不过这晶片比较难买一点的。飞碟比较好，或是我的九万比较，也不是说比较差啦，就是比较好买的晶片，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来代购，有没有问题？好，那这个是监控系统的外部配线部分，我们在这方面的部分在防水有非常好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可以提供给你非常好的一个建议，而且我们有防水的测试机器，这部分。绝对是没有问题。看那块，就是刚才讲的网络通讯线啊，或是 AV 端子啊，这个是讯号传输的内部配线啊等等，它都是一些可以做防水，也可以做 PLC 常用的，
大大小小这种东西就蛮多的。好，那一些比如说刚才讲的62片地煞的，或是拖车的，那一些地这防水的地基的接头，那以及N15啦，19片啊，就给掉防水接头，以及这是4伏马达专用的这个线材等等，我都可以有办法能带过。好，那这个是洗衬线，这洗衬线就是透气一个厂里面做，好说啊，这个东西我们也在做。那以及医疗用的ECG、EEG 的，就是你有够差的，你测量心脏，或者说我们的 device 要量测身体的任何一个讯号的时候，很多可以用到这个东西。那以及 heavy duty， 所谓 heavy duty 就属于跑大便用，像这个东西就比较粗一点的。那最近我有接触的案子，粗到很多粗类，差不多这样子。这部分我们也有在做，而且我还可以测拉力。为什么要测拉力？最主要是测打完端子的拉力。这部分我们也有办法帮你做。那这么粗到那细的呢？细的话我们可以做到32K级。32K级就是比你头发稍微再粗一点点啦，34或36就跟你头发一样细。那部分就我们就没有那机器了，那叫麻烦，而且那东西是比较专门一点的，而有些东西需要专门机器，那就比较没有办法。不过从32到我最近做的是200迷你平方，这部分都 OK 的。好，那是军用的线材，像这个是在英国用在插在他们电子上面，我知道是电子而已，那其他讯息我不知道，因为客人在意，他也没告诉我他的客人就是军方也没有在哪里。那这个部分呢是怎样？他这个先给我一片，这个我先设一个片这个板子之后啊，设完再把这个不够病插着后面一块板子 PC 板焊接完之后，再设一个低压射出。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是跟外面这个 PVC 啊，都是属于比较高压，也是大概50巴。那低压射出多低呢？10/1/5巴，所以它基本上可以保护 PC 板上面的元件不被因为又高温又压力大的情况把它损坏掉。保护完之后，外面再设一个 PPE， 这样子能做出来，程序比较复杂一点。好。那这一样 ，EPS 线材跟稍微讲一下，以及什么雪茄头啦，就是车子上面用的点烟器的这个头部分，好，以及刚才我们这个我有带来的是感测器线材，为什么叫感测器线材？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是里面有 NTC， 那这里面是一个达拉斯的最常用的DS1820DB 啊。ES1820，我有点忘记那个型号，反正这个就是数位的，它是类比。那这两条线最主要是用来医疗的那个呼吸中止针。那呼吸中止针为什么要有这两个？最主要它是要晚上睡觉前戴上去，然后它会侦测，好像没有呼吸了，怎么办？赶快打一个空气，把那个薄膜推掉。那打这个空气，把薄膜推掉，不能是干的。冷的不行，它一定要有温度，那不然你肺会受伤，所以它这边是非常精准的仪器在里面。好，那我可以做射出保护什么啊，让这个管子打进去的空气是有温度的，而且我还有在做另外一条机器没有带，它是有湿度感应的，会让这个管子里面的话是有湿度，才不会因为虽然有温度，但是太干。你的肺还是会受伤。好，那这是 FFC 的部分，那以及 USB 3.0 一些特殊样式啊，或者说像那种包成这样，或是这种斧头，这个斧头型啊，或是这样形状，很多啦，很多这个不胜枚举啊。然后每年然后生产啊，大概20000张工单，那我们产品的料号哎，大概是应该有30000笔。长短的不太一样，那我们模具就700多伏，射出模具，如果压着模具大概400多伏，为什么要压着模具？你看到有些刚才有分享的内部配件部分其实是需要打官司，那需要是
不同形式的。如果你用很多不同形式的连接器，就需要打官司，那就需要一副跑过去。那我们工厂已经是27年，累积很多不同的客人，那所需求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模式非常多。那你们来的话，可能不会找不到，应该不至于找不到。好，那找不到也会跟你报告。好，那少量生产需要注意到什么？如果委托到第一材料，我会告诉你，你要那个材料的 NOQ。如果你真的是普通的线呢，大概就没什么 NOQ 问题。啊，如果是刚刚我跟朋友讨论到什么防火线卖900度的，甚至900度，这个我们没什么客人在买的东西。你真的要900度，我要看有没有样品啊，没有样品呢，那只能买你去买了。哦，有可能买到很多，比如说买现货很贵而已。好，那在这个要给我你要的东西的设计图面，或者说不用图面也没关系，但是资讯一定要对，就你要怎么接法啊？到时候我才能做好，然后插对拼位，你才会因为插错拼位，到时候机器烧掉。好，再来就是要给我一点闲置时间，不要告诉我说。还是要挖好机啊！哎，不会想给我。然后我看到你有复杂的，如果是很复杂，我尽量如果我可以的话，就尽量啦哦，尽我全力啦哦。好，那再来是可能现货的单，现货所谓现货单价来说，有可能要需要买现货。所谓现货是什么？比如说 RS 啊、DGT 啊、Monster 啊，有时候你要买这些元件，然后这连接器，可能就到那边去买，它可以卖一批次的，不用买 NOQ 的。哦，那我会有时候你托我买，我会给你报现货的单价。哦，或者说在货运递送，因为少量嘛，可能这个运费要支付了。哦，通常公司规定是这样的，超过3000块我才免运费。那自取就不用嘛，对不对？顺便来参观工厂也好哈、哦。来，那在我如果有模具开发，那模具开发、模具开发可以，啊、哦，这时候可以报价点，那现金支付了、哦，当然熟了的时候就可以订单也轮到我，对不对？那基本上是现金支付，举过了，那明确的说明，刚才说到没图片就要明确说明，我会想办法。把它设计好给你，然后可以的话再出图给你，之后有了那张图就很方便啦、啊，对不对？那以后你要生产就拿这张图直接生产，哦，来材料来源，所谓材料来源是，如果你有特殊材料的时候，就需要你材料来源不好去找得到，哦，有些东西我刚才就跟你在聊天，那比如说台积电里面缺个。哦，那个工程师里面的那个摆让的手背，啊，它上面的线呢是不能有灰尘，所谓不能有灰尘是不能掉灰尘啊，一旦掉一个灰尘在它的那个晶片上面哦，这一片就不知道多少钱，所以那个它那种线很特殊，哦，它的线可能只能从国外进口进来，因为它上面是非常光滑表皮的塑胶材质。那东西就比较特殊一点，有时候我们还不好找啊。啊，如果你真的需要那东西，如果是希望你可以找得到，也不受影响啊。啊，在材料的规格啊，不要画一堆，我都不知道。好，在刚才讲到电商网站是这个 JDDD 内的，如果你上去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形式。那我有客制化线材跟 Cloud Gap，客制化线材就是这样。刚才看到就是一条线，对不对？加个两个头，你可以下它，哎，我要什么头，我要什么线，然后下到完，我自动产生一张图片给你，然后你顺便报价给你。之后嘞，上架完，你就可以在上面下单了。下单完之后嘞，这个下单，我的工厂就可以从这个网站上去找到你下单的那张单子，产生工单出来，生产给你。我们也不用贴了，因为我们全部都把 ERP 什么跟 Cloud CAD 跟这个 CAD 全部结合在一起，这是新的创新的一个平台。好，一件事全部搞定，
所以生产非常快，所以就这个平台我就叫像从阿姨某杯中口袋里面拿出你想要的东西一样。好，那这是平台的一个架构。好，那我刚才有想到，其实你可以在上面开店，开店完的时候呢，哦，我现在是比喻了，这是新成功，就是我现在的公司。那你可以在你的网站，如果你有网站，你没有网站，你就可以把自己的 domain 当做自己的网站一样，听你有网站，你就多一个 button 按下去之后，就会跳到你自己的网站。你刚刚所下拉的那些选单所产生的图片啊，哦等等，可以上架到你自己的网站上面，然后有单价。你不只是自己可以使用，未来你还可以卖给别人，只要在上面下单之后，哦，他我们有生产。这时候我们才会去给他收，才会给你收费，哦，那没下单，这个工具都免费，让你使用，啊，可以多加利用，还可以打自己 logo， 多好，所有的图片都是自己 logo 哎，哦，而且 domain 不会是自的，也不会新成是你的，啊，那除此之外，我下面还可以让你做评比啊，或者说你要分享啊、按赞啊，哦，这部分都没有问题，好，哦。那这个大概是这样子啦，然后平台架构，因为时间问题，我就不多讲。那只要有了 JD， 就不需要再耗费时间了。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有没有什么问题耶？还是事后再 email 给我、赖给我都没有问题，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人当下都没有问题。事后问题就很多、欸，我做学生也一样。好，那今天，先到此为止，好，谢谢大家。